近日，泰国促餐农业有限公司与泰国邮报出版有限公司在泰国曼谷世贸中心联合举办了自行车大赛与赛跑炼狱挑战赛发布会。本次自行车大赛是泰国最大的自行车比赛之一，众多自行车职业参赛人员与爱好者都纷纷报名参加。本次比赛分为40公里和20公里两种类型，同时这次比赛将开放赛跑炼狱挑战大赛。赛跑炼狱挑战是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的一种比赛，该比赛的参赛者将以团队的形式共同参与赛跑炼狱挑战的14个子项目挑战。比赛分为5.5公里和10.4公里两种类型。本次比赛旨在促进人类的运动和健康，以及考验参赛人员的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据悉，举办此次自行车大赛与赛跑炼狱挑战赛的喝乐府将会借此机会大力宣传本地的旅游业，而本次大赛将于2014年12月13号至14号在泰国喝乐府促餐农场举行。东盟卫视 MGTV 记者庄礼明、高东东，泰国曼谷综合报道。